注意看，如果你想要重新规划属于自己的房子，那你一定不能错过。至于为什么不能错过呢？因为确认符合危老建筑资格，就可以申请建筑执照，开始重建与施工，并有限时危老奖励政策，期限内完成申请，再享容积奖励及赋税减免等优惠。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危老建筑的补助，就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最新贴文，我们会介绍更多房地产的专业知识。接下来看看这栋正在出售中的房子，位于台中市中区中山路164号，是一间坐北朝南的商宜透店，拥有5米5大面宽，一楼店面有独立楼梯进出二楼以上，可做分租使用，隔间可以打掉重新规划，4到5间大卧室，适合3代同堂住店合一。我们先从一楼的店面来看，5米5的大面宽，在附近商家中拥有很好的优势。从旁边的独立楼梯可以上到二楼，二楼有一间厕所，剩下的空间适合设计成房间。三楼除了厕所外，还有一间厨房跟小阳台，可以设计成客厅跟餐厅。四楼拥有露天阳台，可摆设桌椅，看亲朋好友来场下午茶。经过精心的规划，不论是出租或是自住，都会是很好的选择。环境介绍：周边教育机构、公园、绿地、医疗院所完善林立。交通方面，靠近台中火车站，未来捷运蓝线连通高铁，更是便捷。附近的学校有光复国小、台中教育大学，距离最近的柳川河滨公园就在柳川路上。如果要买生活用品等，周围也有第二市场与全联，也有一中商圈、火车站商圈站前秀泰，还有最新的 Lala Point。 这里的环境还不错吧，拥有许多吸引人的优势，现在正在以不到2000万的价格出售中，绝对是您的最佳投资机会，赶快联络我们吧。